小心离开了森林，乘坐天空很灰心，蝴蝶不再被吸引，玫瑰盛开得很安静，远方的风雨不停，人世苍白而孤寂，徘徊无助的人群，焦虑着何时放晴。可是你能归回的只有风景，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，却也慢慢流转划过了天际，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